好，报告委员会，我们要开始今天的会议。首先呢，代表委员会来欢迎，甚至感谢所有关心就是农田水利会相关修法的各位专家，甚至是地方的代表哈。针对农田水利法的草案呢，我们特别要求再一次的办理这个公听会，听取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我们会详实的记录每一位发言的这个高见，并列入立法院的公报记录当中，作为之后法案协商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那么首先我先介绍今天与会的几位专家学者，我很快的念有南华大学的科技学院教授陈世雄，好，谢谢您。台中农田水利会的会务委员吴成贤，中正大学财经系的黄俊杰教授，台南县政府前县长苏旺长没到，宜兰农田水利会的许南山会长，有南加南水利会的谢耀信会务委员，有宜兰农田水利会的胡灿堂会务委员，还有我们苗栗县议会的议员黄方庄，屏东农田水利会的黄信民会长，云林农田水利会的王静琪会委员，还没到哈，屏东水利会的前总干事黄建旺，好，谢谢您，中华经济与金融协会的副秘书长曾志超。还有我们白冷郡协会的徐炳前理事长，还有江南农田水利会的常务委员严东义，还有我们台湾农民联盟的副主席福玉忠，好，那我们在场已经有谢一凤委员跟有一漏上，那个没有给我好不好？还有林文瑞委员哈，还有黄世杰，对不起，因为你戴口罩都认不出来。好，几位也已经到场，我们现在就要进行今天的会，因为今天的时间呢，非常的紧凑非常的紧凑，所以我们会严格要求大家的时间在一定的时间给你们一定要讲完哈。补充介绍今天与会的刘公俊的水利会的会长林继明。对不对？好，看到你了。还有七星农田水利会的周思友会长，好，要不要搞？农田桃园农田水利会的黄金春天的春来着，春天的春，没了，这个写错啊，春天的春，记得。好，对不起，黄会长来。桃园养殖协会的胡荣展理事长，还有桃园市的养殖协会的刘邦杰监事，好。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会谈的高峰啊。那么今天我们公听会的机关的代表，我们也特别请农委会一定要好好的倾听大家的意见，所以来了我们副主委陈天寿，好，处长谢胜信啊，那。水利处的科长朱孝恩，好，还有我们水利处的科长洪敏德，经济部水利署的前总工程师陈兆成，还有地政司的内政部地政司的副主任周文树，好，还有财政部国有财产署的主任秘书林秀玲，国产署的副署长张义新，还有赋税署的专门委员洪家兰，好，人事行政总处的王家玉，主计总处的公务员预算处刘家维。好，我们现在人如果来慢来的，我们就陆陆续续来介绍哈。今天公听会的程序再一次的跟大家来做说明，我们会先请学者专家发言，以正反方交错为原则哈。那么每位发言的时间为6分钟，请大家
注意哈。那么本院的委员要发言的，请到主席台来登记。那么每两个专家学者发言之后，我会安排一个我们的委员来发言。那么每位委员发言的时间以三分钟为限啊。发言台的正前方的灯号是导数的计时啊。发言的时候请注意啊，前一分钟我们会按铃，那么发言时间到我们就按铃两声啊。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请第一位，由我们南华大学的教授陈世雄来发言，时间六分钟。有那边对麦克风，哎对。那个消毒啊什么的，对哈、哦。大家早安。我想这个在全世界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台湾还可以来开公听会啊，我觉得台湾人会觉得非常幸福了哈。好，那我想这个对于这个农田水利法的这个草案啊，那么基本上我们是赞成的态度啊，也就是说，从这一次的防疫啊，台湾在全世界的表现啊，那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啊，确实可以保护国家人民啊，财产生命的安全、啊、所以我想这个水利法虽然啊没有到那个层级啊，但是事实上有效率啊非常重要啊。那么真正可以保障农民啊的这个权益啊，那么我想这个一个有效率的法啊，非常令这个农民期待了啊。那么老实讲，这个关于这个农田水利会目前这些所谓的私有产权的问题啊，但基本上我们是尊重啊，我们建议是应该尊重。但是老实讲，过去这个国民党来接收日产的时候，其实很多错误啊，包括很多，比如说这个农会，大家知道台中市农会好多财产，改良场的土地居然都是农会的，那当时是一种接收上的错误啊，也就是说，当时接收的人啊，他其实没有搞清楚，农会当初在日治时代啊，是跟改良场在一起，负责重要的农业推广工作，所以那些土地其实不是农会的。可是因为这种历史上的错误，还是变成农会的财产啊。这些东西我们当然不是现在要追究了，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啊。所以如果从这个种种角度来看，我们都赞成这个水利会啊，这些改组啊，变成公务机构啊，我相信这个是非常正确的方式啊。那至于说农委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立这个农业部啊，那么先把这个农田水利法先通过，我想这个是两回事啊。那么一个庞大的组织架构要改变啊，跟一个现行的农田水利法，让它先啊这个做一些改变，我想这个是其实是无所谓的啊。也就是说，我们不必拘泥等到农业部成立以后再来改变啊这个相关的这些附属机构的法规啊，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台湾的水资源非常的重要。台湾一年用掉200亿公吨的水，其中30%靠地下水，地下水的70%是靠水稻田涵养。
好，因为我们的转座的关系，因为我们当时为了达成来入 TO 给我们的这种规定，所以我们转座啊，把水道这个，我们居然签了一个跟日本一样的这个条件啊，就每年要进口8%的水稻啊。日本本来就是缺粮的国家啊，那进口8%无可厚非啊。可是台湾居然也跟日本做同样的事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错误啊。那么过去我的家就在浊水溪旁边啊，过去我们的那个农业灌溉水是公共的啊，现在呢我们要打井，要打到100尺以下才能抽到水，水到哪去了？因为政府在积极花了200亿弄一个南河堰，然后又花70亿工业局把水送到六轻，用完以后就排到海里头去了，所以我们地下水 得不到补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再过几年以后，我们相信我们的高铁就没有办法，彰化以南就没有办法营运啊，没有办法行走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地下水水源枯竭，所以显然目前的水利会有很大的问题存在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我们的这些民间组织没有看到台湾农业未来的隐忧啊，继续把水送给财团去使用啊。好，对不起，我的时间到了，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教授。接下来我们请台中农田水利会的会务委员吴承贤来发言啊。主席，各位长官、与会的各位前辈、先进，大家早。本人是台中农田水利会会务委员吴承贤，在这里哦，基本上我是站在反对的立场。农田水利会是采会员制的，农民才是咱水利会的头家。会员透过直选的方式来选出我们的会长。有会务委员来监督水利会，包含小组长来服务我们的水郡路，目前的机制是完整的。由于农民自主管理，受政府，我们也有受农委会的监督，这是上好的民主的标识，这是最好民主的示范。但目前我们的政府却大走回头路，咱颠倒头行哦。大开民主的倒车，民间做好好的，为什么政府要阁甲收倒来做？可比咱即卖有足侪机关，台盐也好，中油也好，邮局等等，都是从政府机关开始走向民营化，这也是全世界的趋势。那为什么政府要强行来占有现有农民灌溉的问题？我们都经过委员、经过小组长、地方来反映，水利会嘛，甲咱做了真好，包含未来的郡路，包含未来的管理等等的方面，如此也没有，还没有完整的配套措施，怎么能用赶鸭子上架的方式来进行改革或改制？第二，我们现在目前的制度最大的差异，无论是未来的组织，在制度上，在财产、在水权的分配上，已经慢慢的逐一被政府来瓦解，利用政治来驾临专业，如此财产、水权，未来农民最担心的问题，也就是水权，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正确的给我们农民一个解释，未来农民的用水那如何来调配？水权的主要主管机关还是在经济部，那在我们水利法有规定，所谓民生用水优先，再来是农业用水，再来是工业用水。那民生用水为优先，农业台湾是以农治国，农业用水为其次。那将来水利会改为官派的时候，那
未来的水权调配是要听给你官做的人的呢，还是要听农民的声音？那农民的水权又要该找谁来争取？水利会是属于私有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早期的郡路由先人由咱的地主官爹来出钱出力来让咱做最高，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我们现在的政府用各种成立各种作业的基金来排除国产法的限制，这明明就是去吃官庙讲要强摕水利会的财产，本人是非常的反对。如果不受国产法的限制，用基金会的方式来处理，那将来基金会的运作，包含基金的运作，是该如何来透明化，让农民来更加的放心？谢谢，本人报告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请谢依凤委员啊。谢谢主席，所有与会的贵宾，感谢大家今天来为这个关于我们台湾农民最重要的农田水利法共同来关心表达我们的看法哦。我是站在反对的看的意见的，因为上礼拜我们已经在委员会的时候逐条审理了农田水利法的法案哦。我认为在里面很多条的法条里面都有违法违宪的问题哦。我们政府能够成为有效率的政府，在于能够是否能够有效率的解决农民的争议哦。但是根据我们水利法第一条的规定哦，有关水利事项的一切依照水利法为规范，不得由另外其他法律规定之哦。所以我们依照水利法，当初是依照水利法第十二条设立农田水利会，以及另定通则组织通则哦。所以目前依照水利法并没有存在有其他特别法的空间哦。我们今天只修了农田水利法哦。那我们没有修水利法的时候，这是有叠床架屋，到底未来主管机关是农委会还是水利署，这都不知道。那如何有效率的可以解决农民的用水问题？还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农田水利会，他所属的水利小组之间的涨水费，还有小的集水路、小排水路的养护税修费用，其分担都是过去台湾农田水利事业长久以来施行的惯例，由各小组成员以互助的方式为之，他们自行去管理使用跟决定费用的分担，所以在法律关系上面是属于私权的关系。而我们农田水利法为了落实农田水利会机关化，在机关法定的原则下，它是一个公法的关系哦，所以在公法的关系里面，你又有司法的关系哦。未来水利小组的成员是否属于公务人员？他掌管的水费、设施管理相关费用，即是属于公家的，还是属于人民自有财产的？这完全都是非常的混乱、不清楚哦。所以，我认为目前农委会提出的农田水利法，它并不是什么百年的作用法哦，他们没有考虑到中间的公法关系、司法关系哦，它会造成未来我们农民在用水上面的效率，到时候主管机关到底是水利署还是农委会，是中央主管机关还是地方政府，都完全没办法解决。谢谢。谢谢谢依凤委员。接下来我们请中正大学的黄俊杰教授。
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先进哈，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我先把我个人研究的一些想法呢，跟大家做个报告。第一个呢，基于我们宪法解释518号还有628号，农田水利会呢是依据法律设立的公法人，所以组织上面应该如何调整，这个是法律呢可以做的事情。那我们农田水利会的组织通则已经有所谓的组织法的一个设立，那农田水利法就是所谓的作用法。那么第二个呢，地法院既然可以依据法律变动它的组织，将农田水利的事项由间接的国家行政变更为直接的国家行政，那么我想到底应该由农田水利会来做比较好，还是由农业部农委会来做比较好，这是一个政策的一个决定。那第三个呢，这个农田水利法里面呢，针对人员跟财产也是呢，这个大院呢有权呢依法调整，那么也可以提出这个行政院的这个草案，那么立法委员也可以提出配合的这个草案，那么通过之后呢，也可以修正来符合呢法治的发展跟权益的维护。那么第四点，法治的调整跟制度的选择，原则上是属于大院的立法的形成自由。那么这个在大法官518号呢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人员的这个工作权的这个保障，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讨论里面我们大院的委员也提出非常好的想法，那么比如说这个技工，那么这个工友，那么违反劳基法还有这个劳保的这个规定，那么我想农委会呢已经配合依这个他们现有的雇佣条件呢来继续来任用这个就是一个可以改善的一个做法。那么至于今天所要谈的农委会的农田水利会的资产，这个财产的这个市政管理，那么如何兼顾信赖保护，还有呢这个合理的这个差别待遇，我想刚刚特别有谈到国有财产法。那么我们国有财产法第一条的规定呢，原则上国有财产是依照国有财产法做规范，但是国有财产法没有规定到的部分呢，就适用到其他法律。那么其他法律呢，其实就是包括这个未来的这个农水法。那么特别是第二条的第一项有针对国有财产的下定义。那么第二项呢，特别讲到凡不属于私有或地方所有的财产，除法律另有规定外，那么应该视为呢这个国有财产。所以在作用法的这个立法上面，那么我们的农田水利会的这个资产，在大法官解释628号特别讲，它是地方水利的自治团体，依法律呢设立的地方水利的自治团体，因此呢，它就不是属于私有，也不是属于地方所有的财产，因此现在的农田水利法并没有违反现有的国有财产法。所以未来的这个农田水利法就在第二条第二项，凡不属于私有或地方所有的财产，除农田水利法另有规定外，均应视为呢这个国有财产。因此在这样一个规定底下，我们目前学说上确实如同刚刚委员所讲，曾有所谓的私有财产或者公有财产的一个争论，但是呢，从水利会的这个严格，不管是在这个日据时期，或者到这个战后这个1946年之后呢，我们原来的这个在日治的这个水利组合已经改成农田水利协会跟水利委员会。当然不可否认的，刚刚委员已经非常清楚，我们第一个法令依据呢是水利法，所以依照44年的这个规定呢成为公法人，但是后来法制转变之后呢，成为呢农田水利会的这个组织通则。所以一个国家要把这个行政的这个事务由哪一个部会来掌管，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大院的一个决定。那么决定完之后呢，我们要在这个脉络底下，有组织法的设计就要在这个脉络底下呢去完成作用法的设计。那这个作用法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呢是完整的或者是完美的，每个法律制定都是就过去的历史的产物呢加以适当的规范，
就未来仍然必须随时调整。那因此农田水利法如果有不足的地方或者值得修要修改的地方，那当然这个是属于大院的一个权限。那么在这个大法官的解释里面呢，特别是518号呢，特别有告诉我们说，农田水利会这个公法人是属于立法的行政自由。那因此呢，今天如果在不违背既有的法律程序底下，在国有财产法第二条第二项的其他法律的情况之下，我们把现有非私有也是非地方所有的这个财产，把它变成是农田水利的公有财产，因为公有财产是最上位的，底下有所谓的中华民国财产，就是国有财产，也有所谓的地方财产。那农田水利会这个财产有它历史的一个背景，因此目前所谓的作业基金就是尊重了历史的传统。当然，这个或者在政策的选择工具上面，不一定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手段。那我想，在完成组织法之后，我们对于作用法有任何的意见，那这个都是属于我们立委还有我们大院的一个职权。谢谢。黄教授，我们再请苏县长来了吗？黄志兄，好。我的那个简报档，好，这个主席、各位朋友哈、各位专家哈、各位媒体的朋友，这一次的农田水利会的改制啊，称叫做改制呢，可是在我作为一个法律人来看呢，它不是改制，是没收，所以我今天就以这个题目来看哈。那第二章哈。为什么不是改制呢？就是说农田水利会是法人，这个法人可以透过于法律就让它消失吗？那么农田水利会呢，是一个先以法律存在的，已经有两三百年历史存在的一个事实，它是一个先以法律存在的，所以不是说法律定了它才产生，法律只是配合它的实际的需求，弥补纯粹民间经营的不足，所以赋予它公权力的帮助，所以所谓的公法人只是来协助民间这个水利灌溉这个事业的完成，所以基本上呢，它有一个先以法律存在的继承的事实，所以不是改制，是一个没收。那么它是废掉全国十七个农田水利会的法人的资格，它是剥夺全国150万水利会会员的选择权，还有这个管理农田水利会的水权的最终的决定权。那么同时呢，它也是没收全国水利会呢，那么已经登记的2997公顷，还有尚未登记的有12000多公顷的土地。那么透过两个法律呢，全部把原来是属于私人的财产全部没收。那么所以呢，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本质。下一章，好，那么这个是农委会这个农田水利处。的一个林国华科长，那么他在106年在农田水利农委会一个专刊里面写的文章《守护的土》，那么这里面说明总共呢有将近5000公顷的财产，那么是属于水利会的。那么另外下一章呢，他在说明整个台湾农田水利会的一个历史沿革。下一章哦，那么台湾的农田水利会呢，其实是保存着台湾先民开拓史的非常重要的文化资产。那么台湾先民渡台300多年，那么这一趟的整个奋斗史呢，其实记载的最完整的，其实就是农田水利的灌溉。那么开拓到哪里，农田水利的灌溉就到哪里，所以整个台湾农田水利会其实是保存着各县市各地方先民奋斗开发的历史。所以我要特别再强调一次，台湾的水利会是
先理我们的水利法，先理我们的农田水利通则而存在的一个事实，而且早在日据时代的它就已经完全是一个法人化的继承的事实，所以不是一个法律可以随便消灭一个继承的法人。好，下一个，那么认为是公法人就可以刻意取消的，这个最标准的做法就是马英九时代把六都120个乡镇都取消掉，可是这个是对的吗？其实这是错的。那么日本在大阪府要变成大阪都，维新党的桥下彻他们提出要把大阪市呢提升为大阪都，当时经过公民投票，这个大阪市不同意，所以呢，任何会到乡镇市也都要地方公民投票，因为这样子桥下彻下台，那么整个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没有经过地方自治团体同意呢，这样的一个由上而下的决策是完全违法的。那么水利会呢，跟这个地方自治团体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先理法律而存在的事实，所以当时的先民大概出钱出土地，出钱出土地投资，那么这些事实在每一个地方都发现，刘公郡是民间开拓的，曹公郡有太多每一个地方的故事，那么这些呢只为单纯的一个公法人这个字全部抹煞，这个实在是太霸道了。那么所以呢，我们认为取消水利会一定要经过全体水利会的会员公民投票，17个水利会就一定要经过17个水利会的公民投票。好，下一个，那么农田水利会处置通则第40条延任案、改选案、这个停止选举案还有官派案全部都是违宪的，这个就是大法官释字499号，那么立法委这个国大代表自行延任案被宣告违宪。那么另外呢，农林水利会这个林国华科长啊，下一个，那么这个是他农委会自己官方写的文书，讲得很清楚，这些财产是不能登记一个国家的，这是农委会的一个科长，那么在106年，那么为了替农委会做辩护所写的文章写得这么清楚，那我刚有请他们特别应各位去看一看，这是农委会一个资深的一个科长类所写的文章。那么下一个，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不是改制，那么农林水利法23条直接把水利会的财产登记为国有，我谁敢有这阿爸的事情吗？有这么可恶的吗？但是先民出资出钱的就这样子登记给国家，所以呢我们认为不只是这个没收的问题，水权的问题，对不起再演一下水权的问题，那么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为了工业的用水，为了台积电的用水，农民这些水权怎么确保呢？那么特别是这一次的新冠肺炎，大家看到农业各国都在抢粮食，禁止粮食出口，禁止粮食，这个全世界在担心粮食的时候，我们把农业当作动作血菜青菜给丢弃的一个祖传的东西吗？工业有几年的过去的太阳能，过去的 TVTLCD 没归档的刷起来，你们知道这么农业是不能够这个这样子一下子把它摧毁的。那么另外呢，刚刚提到过去的电信总局，过去的邮政总局都是由官署变成国营公司变成民营化，这一次正好相反，把民营化的东西呢变成国家的官署，开历史的倒车啊，可以说这个是全世界只有我们把一个民间经营的东西变成由国家公署来经营。那么最后呢，我们最担心的，我们认为变成公署之后呢，可能摧毁整个台湾的农田水利会灌溉系统，这个才是对整个台湾农业最致命的伤害。谢谢。好，谢谢苏县长。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委员啊，那个黄世卓委员。好，我想啊，今天这个公听会就是要来讨论我们农田水利法草案哈。那刚才我听到有我们的学者专家哈，我相信农委会的想法也是这样哈，竟然认为啊，这个水利会的组织是所谓的依法来形成，所以呢，甚至曲解
四至五一八号说这个是立法形成自由，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尊重一个有百年以上历史的组织跟农民的一个说法。刚刚简报里面自己提到水利会可以被说成是一个公法人，什么时候？民国四十四年。那民国四十四年之前的历史是什么样？我们很清楚，这些水利设施、这些农水路，是从清代开垦以来，农民跟所有的开垦的先民，他们去汇聚、奠基、聚集而成的。近代国家是在1895年日本政府来之后才出现，近代的法律也是在1895年日本政府来之后才出现。日本殖民统治对于寄存的权利、寄存的土地非常的尊重，他做完整的调查，为了经营的效率，为了避免过去因为抢水而械斗的纷争继续存在，所以他用聚集的方式把这些过去的农水路跟这些人跟物的组合把它统合成水利组合的形式，也花了50几年的时间。但是日本政府从来没有把这些财产说成是国家的财产，也从来不曾说过这些水利组合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法人。所以1945年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一开始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在44年之前，1955年之前，他还甚至一度把这些水利组合当成是所谓的民间团体司法人在处理。后来为了将这个收这个水租，也就是会费，以及征收工程工这个收益费的问题解决，才修改水利法，赋予水利会一个公法人的地位。所以水利会本来就有公权力啊，如果不是为了让水利会有公权力，为什么要让它成为公法人呢？而这样并没有去改变这些财产的性质。所以四至五一八号虽然在定性水利会是自治团体公法人，但是对于底层的惯行长久的尊重，他还是用民事法律关系来理解他，也让部分的公法学者误解，因为我们都是拿来主义啊，外国法怎么讲我们就觉得应该怎么样，不对，应该要尊重100年水利会历史的传统。再让我讲一分钟就好。我在院会的时候要求农委会说不要在台北办公听会了，所有的这些问题跟农民的用水、跟农民的财产相关，应该要下乡来跟农民沟通。所以我完全支持我们刚才苏焕智前县长他的说法，这样的一个百年来的共同体，他的财产、他的体制要做变更，必须要直接去跟农民沟通，必须要到各水利会去开会员大会啦，不然的话这个真的就是没收了。怎么可以用一个一条法律就处理这么重大的问题？还有这个未来的组织法到现在都还看不到影子，我们怎么知道将来你是升格还降格啊？现在的水利会人员他的将来的决策权有吗？以后这些分署长从哪里来？有水利的经验吗？算一算你以后农田水利处还要变农田水利署，各分署要多少公务员？请问训练在哪里？有经验的人在哪里？以后由外行来领导内行吗？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啊，才能够让这个法律来通过，不然的话一定会是一场灾难。所以我希望农委会要负起责任，把这些事情前置作业要做好。以上，谢谢。好，谢谢黄伟。接下来我们请宜兰水利会的许南山会长。主席各位议会的贵宾，还有立委还有长官们我首先介绍一下，因为我本身并不是从水利系统出来的，因为我本来是在
地方啊政府单位担任30多年的公务人员，那曾经历任过啊宜兰县的农业局长、建设局长。那我退休14年后，我来参与水利会的这个会长选举。那对水利会的话，我担任这个会长之后，在101年的时候，在全国的农田水利会啊这个联合会时候，我曾经提案啊，水利会应该改制为公务机构，因为我发现整个水利会在执行关系的农民啊个人健康的这些水质管理各方面来讲，发现我们并没有实质的一个公权力啊，虽然是公法人，但是一般机关对于啊农田水利会还是当作一般的人民团体，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致命伤。第二的话，就是发觉到我们的预算没有办法满足中央补助，没有办法满足我们个别会的这个需求，所以虽然啊表面上看这个很多这个农地重划，是根据农地重划条例37条所给我们的这些啊农水路，其实农水路表面看是登记在农田水利会，实际上这个维管了、啊、完全都要靠我们这个水利会，所以每年呐、啊、我们都有亏欠，所以我发觉到这个水利会如果不改制低的话，你的作用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国家的一个要求，农民的需求。那再来的话，这个人啊里头人事的一个安定，所以这一类问题支持之内，我看既然这个水费是由国家来补助啊，工程由国家来补助，那等于整个就程序的这个公务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我当时就在全国的一个会议，我提案经过通过，大家通过这个案送到农委会。那第二的话，我要讲就是107年的1月，那为了修正农田这个组织通则第14条的话，农委会把我们的任期本来107年5月30号到期，延长2年4个月，目的就是为了改制。那我们同意这个延长，所以我个人从始到终我都赞成这个改制。最主要这个改制的话，我想最能够啊，我们能够国家的一个政策能够涉及到这个农民实际上的这个收益。那我啊有一些看法，我想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草案将来的话，就是说在职位对应上如果没有很大的一个变动，比如讲这个会长变成分处长，或者会务员改为啊这个注意委员等等，这些小组长都保存，那原来水利会的一个功能啊不会受到影响。我想这个是我的这个啊看法，在这边啊就是再来的话，就是说水利会在执行业务的话，往往就是没有财花钱，没有财花钱，在一般来讲啊，大家认为没什么，但实际上要达到那个效率啊，法律的效率啊，啊就有这个缺憾。这个缺憾的话，会造成我们国家的损失，农民的损失。你想，水质如果说没有严格的监控的话，那这个农作物污染的话，农民受害之外，国人也是受害，所以我一直很在意这部分。那第二的话，我再来，其次我要讲是有关于这个土地部分。那土地法这个法律解释非实，虽然我们土地非实这个啊公有土地，但这个土地来源早期为会员所捐赠啊，大部分都是实施农地重划，依农地重划37条这个规定划给我们这个水利会来做管理，当做的这个管理单位。那其实这部分有人谈到说这个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我就想到农路的话，那在农地重划它是划归给县政府或者是乡镇公所，那这个来讲实际上这个土地来讲就是公有的一个概念，那个其实只是我们现在如果改制只是把形制跟实质合一的一个概念。那再来，农田水利会虽然是公法人，那没有赋予我们实际上的一个公权力。那刚才陈主啊立委所谈的这个依附在水利法，那农田水利会你关系的国人的健康，还有农田水利会的这些相关的业务的一个执行啊，你没有正确的一个农田水利法来当作我们执行法的话、作用法的话，我想这个机构啊，等于是白设了。我个人就是从公务的角度来看，
那另外我就想说在这里向各位报告说，如果说正在以我们的时空背景来讲像我宜兰水利会，我的推算大概在七年我们就要破产，那么员工何去何从，所以这个来讲我们的财务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会做上面的一个说提案要求改为这个公务机构，就是有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再来的话，有关于这个行为法授权可以对人民采取一定的措施，所以农田水利法的一个修正，我认为将来在水利会来讲，有本身有一个法律来做依据，实际上它肩负着全国的这个农田的一个维管才有这个真正的一个法律依据。再来水权部分，种种部分来讲，我们现在的情况都屈就于地方政府单位所以会造成我们执行业务有很大的困扰，所以我还是支持这个改制谢谢主席，还各位委员，谢谢。好，谢谢许会长。接下来我们请嘉南农田水利会的谢慧武委员。主席各位与会的嘉宾，本人是嘉南农田水利会的会员，本人对这个政府要改公法人为公务机关，是持坚持反对的立场。当然，政府要改制他也讲了很多的说题其实都设立了很多假议题例如农委会对外宣传说台湾有60万公顷的可耕地，只有31万公顷有灌区水利会在服务，也有37万公顷没有受到灌溉用水的灌溉如果改为公务机关，就要把这个37万公顷也列为有灌溉功能的灌区。设立这个讲这话也没有经过这个可行性的研究跟评估就突然把这个话讲出来。我可以跟这个大会报告，他如果说有可能把37万公顷的没有灌溉区域的列为灌区，跟31万公顷一样享有灌水的话我就跟他打个赌，如果他做不到，他就向全国老百姓道歉，说他骗人的。如果做得到，我就把我祖宗留给我的田地农产赖生为生的土地打赌输给他。我讲这个话是在庙堂之上所讲的话，这做不到的事情乱讲。公法人要改为公务机关，这也是一个骗局，因为公务机关与公法人是有差别的。公务机关的土地财产是属于国有财产局的，是属于全民的。公法人的财产属于农民的，属于会员的，是私有财产。你如果要依照政府土地法的规定，你必须要办理征收，可以把这个农民的私有财产给征收，来变成公务机关。你没有办法征收，你说要设一个基金，或是做一个委托，请问？设一个基金，设一个委托来管理，也不是国有，也不是民有，就避开了所有立法院的监督，也避开了原来农田水利会农民的监督，那么就变成一个黑暗的机关，就变成分赃政治，这个乱来嘛，这个是政治的大笑话，为什么水利会是不是有得罪政府？
为什么政府都要对外讲一些不实的言论来伤害水利会呢？到底农民跟你政府有仇吗？你说每人花了60亿的经费来补助农田水利会，所以农民都没有再征收会费了，所以这个水利会要归国家来管理。你要搞清楚，民国80年，政府因为农民耕作收益很差，所以就政府的德政，以每人20亿来补贴，乡村型的农田水利会的会费，另外40亿是在做水利建设工程，水利建设工程不仅农民受益，其实是全民受益。为什么全民受益的负担要说强加是农民来承担呢？为什么把农民都讲得很难听呢？把农民变成你们的仇复仇，让社会觉得农民是国家的包袱，乱来嘛。还有许志杰立委说，现有的本来是水利会是国家政府所有，后来改由农水利会去管理，现在回归为政府管理，是一种回归，是正常的。他有没有搞清楚啊？他的依据是什么啊？台湾省是民国34年才光复的，还没有光复以前，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台湾，台湾人的老百姓，嘉南地区的老百姓，就以政府，拜托给我2分钟，政府竟然，那个时候政府，日本政府以这8田1亿设计书来规划设计乌山头水库，从民国9年到19年来完成。水利会嘉南水利会就已经实施混有制度的灌溉制度，三年轮灌制度都已经混有制度化的。为什么你会说以前是政府的？你讲这话都没有考据啊！你们这代族的想法，如何能够为国家奠定良好的政策，把国家带入坦途呢？这个水利会的财产既然是私有的，你要把它用基金会或者是委托，请问委托人是谁？受托人是谁？监察人是谁？都没有。你把水会的名字搞错了，变成政府管不到，农民管不到，这不对嘛？对不对？水资源学者说，水资源国家可以调配。我跟各位报告，所谓水资源是天然水资源，天然水资源有地面水，还有地下水资源两种。农民为了耕作灌溉需要，向政府申请，请政府同意许可，才能够凿井，才能够抽取地下水，才能够筑水坝、造水库、建设水库来引水灌溉农作物。这个是经过政府许可，农民出租来建设的水资源，它已经不是天然水资源，它已经变成有经济性的水资源，它是经济财产，经济财产是投资者所有。为什么你要硬抢呢？政府所有的水库的来源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累积建设的，你把这个水利会的名称给拿掉了，所有的财产都是以登记制为主，所有的使用权也以登记制为主。嘉南农田水利会不存在，他对水的主张也不存在，就好像满清政府被孙中山革命掉，满清政府不存在一样。谢谢，抱歉。好，谢谢会长。接下来我们请宜兰农田水利会的会务委员胡善堂。
啊，我以为是这个。主席，各位，各位长官哈，我是来自宜兰农田水利会的会员胡灿堂啊。我们有一些前辈在讲说，这个改制不改制哈，我是觉得是这样啦。有钱的会哈，不想改制了；没钱的会哈，我是看在眼里是这样啦。没钱的会你不改制不行，真的不行。像我们宜兰农田水利会是很贫困的地方，没有经费来源呐。没有什么出租啦，什么地方比较少？那我们经费每一年都在亏，那再亏你政府补助不到的话，你怎么办？那一定是我们的想法是说，一定要改制。还有一些什么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垃圾执法单位我们都没有办法执法，我们一年花在清垃圾的就花了好多钱，大家都淡了。都丢在那个河川里面，所以我是希望还是要改制。那至于说农民要怎么发声，我是建议说还是像以前一样，要有一个尊严。好，农民有什么心声，小组长随时可以来哈，报告给我们。农林水利会，好，你分署也要设分署长嘛，分署长那朱委员。这样来一层一层的哈，还是要给农民有机会来表达。比如说农民有时候我们那边有海水大灌，你一定要临时一定要赶快解决嘛。农民说：“我这个稻田都坏了，你怎么办？”都会发生嘛。那你一个农田水利会，你没有钱，你怎么运作？我们现在比较贫穷的地方，像柳公敬他们有钱的哈，当然是很好弄了。那我们农田多了没有钱的，我们会长刚才在讲，在七年我们就要破产。那别的会不会？一定也有会的，当然是比较有钱的，比较不会有这个困扰了。那我是建议，应该是要，来哈，政府变成公法人哈，来改成这个公务人员，这样是比较好了。所以这个。形式上要怎么改，我们不知道嘛。这个要我们政府单位来弄一个比较，细则要弄好，这样就好了。我是建议这样，谢谢各位。好，接下来我们请中华经济协会的副秘书长曾志超。主席，然后各位，各位来宾，我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想法哈。那个，关于这个议题，我已经写了很多文章哈。然后现在就是说，我再把我一些整理一下。然后前面有一些重复的部分，我就不再重复讲了哦。然后现在主要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先看到的部分，我们按下一张。就是说，我们现在先看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改制的话，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提升了这个水利管理的这个制度？我们先看一下这次草案的立法的这个宗旨的，也就是在第一条的部分，它写得很清楚，为了促进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健全农田水利设施的兴建、维护及管理，哒哒哒哒，这些部分意思就是说，它这一次的改制能够让这个管理做得更好，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些管理制度是本身是有一些问题存在的，但是现实上的话，刚才很多前辈已经提到，就是说这个农田水利的这个制度已经实施了好几百年了，大概两三百年的情况，而且从清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然后，而且这个制度的话，本身就是符合这个全世界正在流行的这种主流的一个思潮，就是农民参与式的灌溉管理的一个趋势。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本身它在这方面已经有非常好的制度，而且在这边自我调配方面已经达到一个很有效率的方向。下一张。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在过去的话的那个整个的人事的这个制度的话是怎么样运作的哦。我们在过去的话，在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在立法的时候，刚才一开始就是由会长由会员代表大会投票投选举制，只有在1993年到2001年的时候，是那时候是会长及会委员由政府遴派。那到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时候民进党在第一次执政的时候，他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了这个制度，就是说再由改回来，就是由这个会
这个会长是由会员直接投票产生的，也就是说我们长期看起来这个都是由农民自治的这个原则已经运行了很久很久，而且当年在改制的时候，当年那个在199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改制的时候，那些民进党也有很多的批评啊。那我不晓得，就是说为什么才近20年的话，这个基本环境并没有改变，为什么要一执政之后他就要把它改一改他当年的想法，被他坚持要改这个公务机关？下一张。然后现在如果是这样子做的话，我们可以去思考，就是说如果说你这样子做的话，是不是真的比较好哦？但我们现在就很担心，就是说它会不会又变成一个政治筹佣的一个工具？那尤其是水利会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它跟地方选举是非常有关系的话，那是这样子的话，最后变成说一个250万的这个实习生的这个问题会不会再重新发生哦？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这样子的话是严重的这个。对于这个水权的这个调配的话，是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严重影响台湾的这个农业的这个发展。下一张，然后再来就是关于这个水利会的这个财产的归属，这前面已经讲很多哦，那我就不再重复。主要就是说，他这样子直接收归国有的话，就是侵犯了这个宪法财产权的保障。下一张。然后再来就是说，他过去的这个几个那个宪法的这个大法官的解释，这个我也是不再重复了哈。再下一张。下一张。然后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就是属于一个这个私权性的一个惯性的一个制度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的话，就是任意的去侵害他的这个权利？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好，下一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提到这个。人员现在因为现在改制之后就会产生双轨制，也就是说原来的这些人员的话，他本身还运用原来的那个农田水利会过去的那些规定，那新的话可能就是要透过这公务员考试来讲哈。那现在的问题在于说，现在的这些农田水利的这个一些调配的话，他必须有相当的一个知识跟这个经验，那你如何透过这个公务员考试呢达到这样子的效果？这个其实很存疑的。更重要的是，我刚才也有专家学者提到，就是说这个跟最近我们发生的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有关。就是说，现在如果像水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水源就会发生短缺问题。那民生跟工业用水的时候，那到底要怎么调配？那我们就很难期待，就是说在公务机关，因为比如说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可能在经济用水或者是其他工业用水更需要的时候，会不会就牺牲了这个农业用水的部分？好，然后再来就是说那个原来的那个水利会的那个员工的权益要如何维护啊？这个可能都是。啊，麻烦下一张。然后，这个刚才提到，那现在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哈，有学者主张，就是说，因为政府补助了这个农田水利会，所以他要把它改制成这个公务机关的话，那其实这种论调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今天政府补助这个农田水利会哈，它本身它背后代表的是属于这个支持农业发展，那不能说因为它政府补助，或者是说特定的这个农田水利会它的财务困难，就必须要透过。这样改制的方式把它改成公务机关，也就是说你改制公务机关的话，你只是说它的财务能够改善，但是对于农田水利本来的运作会不会更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下一张。对不起，下一张。那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子，就是说在本身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学者对于这个这样子调整这制度的调整里面去涉及到违宪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释宪前不应该做任何调整，我们应该透过这个大法官的这个解释来确认他这个是没有违宪之余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下一步或者这个制度的个改革。好，谢谢。好。好，接下来请屏东水利会的黄会长。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在座的嘉宾，大家好。我想是代表从那个。也看起来我在屏东，那么屏东水利会，那我在今天的这一个农田水利会改为政府机关，我是持赞成的一个立场。那我想刚刚宜兰水利会的许会长有提到他们在7年就破产，那我在这个地方要告诉各位屏东水利会政府没有补助的话明年就倒了，
因为我们的预算70%全部由政府补助，所以在没有办法那个开源的那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屏东水利会真的很难经营。不像有一些水利会，因为它是在市区，在北部，所以它的财源很充足。那水利会就是屏东在屏东水利会就是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是赞成这一个改制。那我想我大概举两个例子啊，像我们在那个民间团体那个技师工业，我想大家对技师工业都很了解，那个在这个财产土地没有办法分配的情况之下，到最后就会成立一个所谓的技师工业，由一个技师工业的管理人统一来管理资产的部分。我想这个也不是政府的机构，这个是民间的机构。第二点，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选举一到选举的时候，我们会发所谓的选举通知单，那个选举通知单不是政府单位在发，到最后是在各村里的邻长在发。这个邻长他本身也不是不具备公务人员，但是他是受里长跟乡长的互托来办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其实水利会到最后会走向这样的一个环境，也就是说，如果真正改为公务机关之后，那么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班长，其实可以由我们的水利会来做聘任，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有一些工作其实，不是因为政府改公务机关之后的变革，是因为人的态度会决定高度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水利会的一个传统了哈。那我想，农田水利会改制为公务机关，那么农委会订立所谓的农田水利法的部分哈，那我想在这个定法之前，我们会讨论到所谓的设置农田水利事业作业基金。那么以它的内容来讲的话，目前是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这样的一个规范，我觉得也不尽理想。那那个农委会订立所谓的农田水利法的部分，我是觉得是一个可行的一个法案。那我从刚讲这个部分，我大概列三点的那个来做叙述。第一点，全国农田水利会总共有17个，那么目前财困的水利会有6个，包括屏东，那么有的是在都会区内的属于都市型的水利会，有的是在乡村属于乡村型的水利会。那么原作为灌溉用的水利用地，如果是在都市型水利会的话，那么其实它很多比土地都变为很有价值的土地，所以它的一坪土地可以买屏东地区的一甲土地，一坪哦，可以买屏东的土地一甲土地，你看那个差异性相当的大。那么如果是在乡村里的水利会的话，其实它已经变成财务困难的水利会，因为没办法经营，它都没有财源。那如果像这样的话，财困的水利会难以经营，那这个都必须要依赖政府的补助，像屏东水利会就必须要70%靠政府的补助。所以如果水利会改为政府单位，并设置农田水利事业作业基金统筹来管理土地资产跟政府拨补的经费，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取之于农民，用之于农民，当解决乡村型的财困水利会的困境以外，也可以达到我们的农田水利会改制的目标跟目的。第二点，我国是以农立国，早期以农业为主，那么到今天农业耕种的土地，因为时代的更迭，许多已变更为都市计划内的土地，相对的水利用地的限制也飙涨。那么先人辛苦建立的基业，留到现在已经变成庞大的一个资产。那么这样的一个资产，其实也应该属于涨价归公的一个范畴里面，涨价归公。那么这个部分全数专款专用，并用在农田水利事业作业基金上的话，那么这个可以化解政府改制后人家会认为说没收人民财产的疑虑。第三点，农田水利会现有的职员
都是由全国性农田水利会联合会统一办理联合职员的招考，那么这个部分也经过农委会主管机关的核备，考上的职员其实他具有相当的一个专业程度，认真努力服务于农田水利会有目共睹，那么目前纳入农田水利会人事管理规则，定这个管理跟保障。那么以后水利会如果改为政府单位，农委会也一再保证我们的工作权一定会受到保障，还有那个也会颁布农田水利会人事管理办法，来确实职员的升迁管道，那么来化解对改制的一个疑虑。我想站在我们的立场，我们是主张水利会改为政府单位。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苗栗县议会的议员王芳，这个念春还是庄？春啊，哈，拍写。好，还原了。主席，各位专家，各位贵宾，大家好。我也准备很多资料，我想我就不念这些资料了。我想我以一个民意代表的立场来看这件事情。我曾经当过三届的乡长，当乡长以前就一直没有跟水利会接触过。我家里以前也没有耕过田，我家也没有说没有田作，不晓得这个种田的辛苦。乡长下来以后，我担任一届的苗栗农田水利会水利委员，在担任水利委员以后，我才了解到农民的辛苦，尤其是最尾端农民的辛苦。在我以前的想法，当乡长到处去看一看，同时插秧，也许或许水尾的人的收成比水多好，我想哪有差别啊？你说有些人跟我讲说，我的水尾没有田了，我的没有水了，我的后面水都断了，第二个水都没有，我没有感觉。当委员以后，我才感觉到，我曾经去看，明明水就在前面，后端的为农民就享受不到。所以这个进入农田的管理，这就管理农田水利会，对农民，对所有的关联农民相当的重要。所以我的感觉，这次改组我的看法，我支持反对的立场。因为一个公务员的公务人员的执行的态度，跟法人执行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农田水利会的职员，我接触的职员大部分都很棒，我觉得比我们公务员考试进来的公务员还要优秀。他们在虽然说他没有。公权力的执行来法有法则来讲，但他沟通协调，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法人，他没有包袱，所以在执行这个用水人纠纷的时候，他比较能够灵活的运用。所以我认为现行的制度已经相当的不错，不应该再来改制。我改制，我看不出有更好的。将来对我们所有的全国农民有更好的一个完善的一个用水的将来保障，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报告，这个书面资料我会交给我们生产员，然后再去报告。我支持反对立场，以民代表立场，我是反对的。谢谢。谢谢黄议员。好，接下来我们请屏东农田水利会的前总干事黄建旺，黄总干事。主席，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屏东农田水利会退休的总干事。水利会是我进社会以后的第一个工作，也是最后一个工作。我一生在水利会40年，所以我是水利人。在这40年，我看见了水利会业务经营以及服务农民的酸甜苦辣。尤其屏东水利会是财困的水利会，又是人民团体
没有公权力，在各种业务上处处受到公务机关的卡关，在执行上非常的辛苦。现在农委会愿意将水利会改制，将服务农民这个重担一肩扛起来，我为还在水利会工作的一些后辈们为他们高兴。前面有十几位的先进已经发表了许多的高见，我以一位实际执行水利会业务的人员的立场，我再提出几点实际碰到的问题来做参考。刚刚提出来的我不再重复了哈。有几点：第一，农田水利会以秉承政府推行农田水利事业为宗旨，是一个公法人，但是农田水利会管理庞大土地资产，所缴纳的土的地价税却不适用于公有土地10%的基本税率，造成水利会营运成本的增加，入不敷出。事后资产管理设置农田水利事业作业基金，除了承受水利会资产及收益外，明定政府持续编列预算来补助，稳定水利事业的财务。原来水利会的资产收益处分不受国有财产法的限制，资产移转免收税金，这样能够减轻财困水利会营运的困难。第二个，农田水利会有许多废除不用的水利用地，未来要办理废圳路时，农委会是水利主管机关。以前水利会在地方上一条圳路要报废，需要经过乡镇公所同意，需要县政府同意，但是乡镇公所、县政府都说：“哎，这条水路有排水功用，不同意报废。”所以水利会，水利会要在执行上非常的困难。所以如果改为公务机关以后，农委会是直属主管机关，可以快速解决无灌溉功能的水利用地，并且可以直接明定法则，赋予灌溉管理需求的公权力。很多妨碍水利会运作的案件，但是水利会因为没有公权力可以开罚，没有办法去处理。如果新的办法改制成公务机关以后，赋予灌溉管理需求的公权力，那这个和水利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等等案件可以很明确的分工，那让水利会能够顺畅执行妨碍水利会的案件。第三，那我们全国有宜农的农地有91万公顷，但是只有37万公顷纳入水利会的灌溉区域来服务。这37万公顷，农委会有编预算来帮他们缴纳会费，但是另外的54万公顷呢，他们都没有享受这个福利，所以另外这个54万公顷需要农委会来赶快来研究，把他们纳入水利会灌区，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改制后由政府统筹，通盘检讨农业发展的策略，还有现阶段相形重要的水资源要如何妥善运用，再灌溉用水，
这是农田水利会改制后必须要重视的一个议题。啊，以上，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哎，不好意思。江南农田水利会的常务委员严东义，主席，各位委员，各位贵宾，哦，大家好，今天很荣幸哈，来到立法院发表，刚才所言所听哈，我的看法，我们并不反对改革。我们反对的是没收水利会，应该要倾听农民的心声。刚才两个会，包括我们宜兰会跟屏东会，因为它是有财产的问题，啊，没有农委会对于会费补助，从二十几年前的费用到现在一直没有增加，所以产生他们会的经营问题。啊，这个经营问题哈，是他们各会的问题。所以说他们一直秉持想赞成这个意见，但是我想请教两个会，你有没有听我们基层会员的心声？他们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我是希望两个会会长回去征询一下。如果依照体制来说，如果会员我们自治团体会员的话，大家同意解散，那就可以解散了。但是我们还要做很多政府的工作，这是水利会一直在做的事情。所以说我只有做几项以下几项建议。第一个，我们目前水利会的营运效率啊跟效益并不也同等级的行政机构，这个是社会上的普遍的看法啊。依照我们十年前冠白会议啊，刚才学者所谈的，就是说冠带会议里面它的农民参与的制度，冠带制度的阴谋方式，这个是世界上啊，水利的一种趋向。而，我们现在的政府为什么要收回来？由农民自主，由农民来管理，这个是啊最好的制度。这个在亚太会议上哈，冠白会已经印证过了。第二个，我们水利会是属于整个会员，不是单一个人的，全体会员来组成的，所以才有会长。会长只是一个经理而已，啊，一个经理而已。会员那个员工只是一个从业人员，应该要尊重会员的想法跟会员的权利，这个是才最重要的。以我们家人目前所面临的东西，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从早期，我们乌山头水库那时候都是。政府由农民当地的农民出资将近一半以上，日本政府才出资，啊，大概四分之一而已。但是到最后，日本政府还是回归到农民制度，这个精神、这个制度，就是为了农民服务。第二个就是说，以增温水库开辟水源的问题，开辟水源是应该政府要去做的工作，以增温水。我们说的增温水库来说，增温水库当初嘉南农田水利的会员总投资额达到58.3%，因为当初向农民征收一条叫做增温水库灌溉费用，当初因为跟日本借款，每年的利息达到10%以上，当时候还有存12个亿没有还，所以要求政府偿还，然后农民分担。到结果，农民因为体系哈，当初的状况，农民收入不好，所以他代缴。但是代缴还有用途的，因为当初增温水库水利会分配的水钱9亿6000万吨，但是为了抵缴，我们损失了6000万吨，这个是农民的财产损失。但是为了配合政府，啊，大家啊没有再追究。你像自来水公司当初也没有投资。到结果，他分配了1亿多的水源，工业用水2700万吨，所以水源问题，这个是农民投资而来的，不是政府投资而来的。这个我希望是农委会哈，要交水钱的保障哈，
要整理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牵扯叫做水田问题。你像呢，台南呢，哦，缺水的地方，台湾一句俗语以前叫做“沙泥叫人”，啊，沙泥就扁后派叫人。为什么？我们当初的注解就是三年轮灌。如果政府如果水利会真的足够水的话，那全部供给我们的会员使用。为什么？为何要配合这个制度，把水的资源利用到最大？不是说将水利会的资源移拨，或者是说来转给没有受贿、没有说没有付过水利会费，啊，工程高高会这种人，啊，来增加水源，为了要保障农民的这个主要他的权利，哦，所以说应该水源问题，希望农委会再三思一下，哦，但是我们民国64年到71年的时候，当初有改制的时候，哦，当初的经济委员会，他有几个结论，我跟各位报告，哦，经济委员会他对于改制这个问题有经过讨论，哦，讨论问题就是说他这个违宪，因为，哦，人民的这个财产，哦，没有办法符合我们宪法违宪，哦，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自治问题，哦，所以说，哦，麻烦再容许再几分钟，哦，所以说他最后改做这个农业这个农田水利会，哦，改进方案，到了民国73到了民国，哦，又再重复，哦，林派当时的，哦，82年的时候改为林派，但是当时的立法院当时的陈定仁委员曾经力主张这个应该选举，包括我们的苏万柱委员都力成要回归农民，哦，回归农民来自助精神，所以说又恢复了直选。直选以前可以直选，现在就不能直选。这个60年代就有民主，107年代我们改制的时候，不是违反了这个民主精神嘛？其实，在公务机关来说，公务机关是万能的吧？企业，我们说的一个企业经营，哦，应该是出租的股东，哦，总监事还有各级职员，农田水利会的股东，哦，是会员。哦，董监事是会员代表，水利会职员跟会长只是作为人员，所以说我们要倾听，哦，问问看农民对于改制有赞成没有？我这个希望，哦，我们农委会要下乡听一下农民的心声。所以说，在这次改制，哦，包括的水权、哦，财产权，包括员工的工作权，包括小组长的制度，因为你改的制度里面包括从业人员也不是用劳基法，到底是用什么法？我们会长疑惑，你像员工他又不是工人，哦，像水利会的涨水工，江南农田水利会1300多个涨水工到现在没有纳入劳基法，这个是相当可疑的事情。所以说政府要改制，我希望应该好好请示民意以后尊重会员，然后再来从事这次改制。好，哦，以上谢谢各位，感谢。好，谢谢，会长。我们接下来请陈娇华委员3分钟。主席还有各位先进，哦，大家好。农田水利会，哦，长期以来对台湾这个农田灌溉啊，农业的种植发展，我想，对台湾的贡献，包括这些农民对台湾的贡献是非常的大哈。那，我在过往关心的一些农地的这个污染，还有像日月光，哈，我们事件我们看到很多那个灌排系统哈，有受到那个工业废水的污染。那工业废水污染了之后了，然后再去灌溉农地，所以导致很多农地呢也发生这个严重污染的情形。所以这个问题呢是长久以来存在，而且
是越来越严重，就像现在有很多废弃物甚至这个违法丢弃在农地，在农地上面。那这个问题 我是希望政府能够有效的去做好这个检讨跟管理。那是不是农田水利会改制让政府有公权力，让这个水权是公共财，能够是 国家来分配那为什么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这个水权虽然是农田水利会所有但是在枯水期它还是分配被卖给这个工业就是工业来使用。那卖水之后的这个所得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钱到哪里去了就是说这些资讯也都没有公开。所以怎么样让农地让灌溉排水的水质能够受到有效的管理，让农地污染情形能够减少政府的公权力能够有效的去发挥去管理，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基本上希望政府现在是完全执政能够好好的检讨这个问题。目前农田水利会的财产有哪些当年这个出钱的农民去协助整个农田灌溉系统的建立，政府该补贴多少给他们，然后改制后的所有的人能够享有一样的福利我想这个都需要政府好好的来做做好这样子才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好，以上。好，谢谢陈委员。接下来我们请白朗郡协会的理事长许秉乾。嗨，主席各位大家好其实刚才很多人在谈到这个水利会的财产坦白讲的啦，水利会的财产应该是日本人没有没收而已啦。中华民国到台湾呢，哪一个时代没有没收会员的这个财产呢？以前是纳股制的，变成会员制，足侪人是无出钱的，伊只要有灌溉，伊就变会员了嘛，对不？所以呢，过去的这个财产的纠葛不清的问题呢，我们希望呢，我们这次的立法院呢，主要的目的要把这个农田水利法呢，把它以后要怎么管理比较重要了，不要再去谈以前的这个财产的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再来就是说，我是台中市白朗郡协会的理事长，我许秉乾我们九二一之后呢，为了白朗郡呢，它的灌溉的整个灌溉的面积是3000多公顷，但是呢，水利这个目前有水沟能灌溉的只有700多公顷而已。为了要扩大这个管路灌溉的这个工程呢，就卡着这个水权是台中农田水利会的，所以呢，所有的这个山坡地要灌溉的这个问题呢，就产生的这个水权被卡住。好，这个是一个要如果要增加新的会员，又要1/2原来的会员通过，迄台中农田水利会遐尼侪会员，你为着这件代志要来办一个款的，迄个会员的，即个要做同意不同意，这是要怎么办？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我希望呢，因为台湾现在做台湾的这个水利事业呢，灌溉水利事业呢，坦白讲的啦靠水利会来经营是不可能的啦。为了台湾农业的正常发展呢，
我们希望呢，这个水利会要改为国家统一来管理，因为每一个水利会的这个它的这个好压个散呢，差太远啦，好差的太多，我们要怎么整合，这是很重要的。再来呢，尤其呢，我们都市型的水利会呢，大部分都是靠因为都市吼、哦、土地重化卖足侪钱，以这個、这個、水利会才会较好压。我们坦白讲的啦，一样是水利会，乡村型的跟都市型的，哈、哦，他都市型的卖这些土地的涨价归公也是合理的啦，哦、但是都这乡村你土地，你的水准嘛，无人要买，哦，啊要买嘛卖唔成钱，他都没有涨价，没有涨价的空间，所以我认为啦，重组全国重组是我们台湾有水灌溉水利事业以来啦，哈、哦。我们是重组了好几次，包括日本时代到国民政府来台，我们已经重组了好几次。以台中农田水利会来讲啊，它是已经重组了四次还是五次了哈。所以国家为了我们农业的发展呢，水利灌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呐、啊，所以依据这个国家的需要，水利会重组是应当的啦，并没有说不要依每一个水利会的这个财产纠葛不清来阻止这个国家农业水利灌溉的这个事业哈，这是我在这边要求，好，所以我。个人是没有水利会的这个包袱，我是一个纯粹的农民的代表来看待我们这次国家、哦、这个水利会要改为公务机关这个方面来讲了、哦、我认为啦、哦、由国家统一来管理这个水利事业呢，我们可以呢发展一个乡村可以发展一个水利事业的这个文化，哦、我们可以公部门呢可以结合来发展这个农村休闲旅游、哦、文化旅游、哦、再来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说，最重要的就是这次的改革，我们希望政府呢要照顾到原来这些水利会的员工，哦、不要说。剥夺到他们的工作权，这是最重要的。立法目的在于保障所有人民的生活，并不是为了哪一个单位，还是为了每哪一个人，然后来立法的。立法是需要全民的需要，为了照顾，为了来统治整个国家。好、哦，才需要立法。立法是要照顾大家的。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农民联盟的副主席福副主席。大家好，我是民国76年第一次全国农民运动的发起人，以前名字叫胡寿忠，现在改名胡玉忠。在民国76年农民权益促进会宣言的时候，有一条就整顿水利会组织，加强农地灌溉排水设施，以保障农民获得充分灌溉水源的权利。已经三十几年了，但是我们的农田水利会，刚才有各位专家大家的报告，里面也还有很多农民不是会员，也很多农地没有水可以灌溉，所以在这里我赞成农田水利会改制为的改制。水资源是一个公共财，你们想想看，刚才有人讲说那些地很多都是一些千倍捐出来的，
而且是集水区、水库、南水堰，大部分都是政府出资的。既然政府出资，为什么说这些公共财不能大家来共享？怎么不能由政府来管理？我想在场也有几位，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也是赞成说农田水利会的改制，但是到现在有些是反对。我不晓得你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以前讲的和现在讲的，并不能说因为是民党执政的，然后就改变以前的想法。在农民方面，刚才有人讲说，是不是要会员来投票，会员来了解？我想台湾很多农民不是在这个体制里面的，应该占大部分。那你如何请他们来开会呢？农田水利会员他们只会召开他们会员的会议，而、其他呢，大部分的农田，刚才也有水利会的常务委员有报告，很多农田没有办法灌溉。所以说，如果你改制为政府机关的时候，是不是由公权力来统配分配这个水资源，让各个农民都可以运用到水，不要说只有会员可以运用到。在我们的七十几年来，我们一直主张水利会的改制，三十几年来，但是我们更希望的，由民国七十六年在宜兴主委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想说农委会要改成农业部，有农业部以后来统筹这个水资源，应该说可以和经济部、水利署啦一些可以协调。这是我们很久年三十几年来的希望。劳委会早就改成劳动部的，为什么农民是不是政府看不起农民？还有这些立委以前赞成改农业部的，为什么现在都不提案了？所以我今天我的报告就是说，希望说我们这各位不要说去争你们各位怎么样，各个农田水利会，我们应该来讨论农委会如何的改制成农业部比较重要。一个部的话和部之间在谈论水的资源的分配，大家比较能够接受，而且能够为农民争取更多的权利。我也希望说放弃旗舰各个农田水利会，不要一直想说我现在既得利益者或怎么样，应该以农民的想法 来做考量、不要说为了说、改制以后会长没有了，我说没有，一个会长只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不久以后就是没有的。但是你如果能够为农民来着想，这以后大家都会感谢你。这是流芳很久、我希望是，所以说这个政府的改制农田水会完全赞成、希望各位尤其在改制以后还现有的水利会的很多员工临时员工，也希望政府能够把他们好好的安排、不要说把他们说、一下子全部丢掉，或者是以公务法啦或者以什么来限制他们、应该考虑他们的未来的生活，尤其一些那个比较辛苦那些巡水人员、那些人员应该考虑一下、所以谢谢各位，希望各位放弃成见、共同来为农民来努力，也希望我们民国七十六年到现在的那个农民宣言里面的第九条可以切实获得改制后的利益、谢谢各位。好、我们这次的公听会了邀请了二十个来表达意见哈，原来想是会有多一点的委员来发言，但是除了已经发言的三位之外，我们林委员是全程倾听了哈，文瑞全程倾听，先倾听，然后再表达意见。你现在要不要讲？还是没有 ？OK， 好。另外啊，有一二三四五个旁听者，原来是旁听者。如果你们有意见的表达，我们把它等同 OK。好，我知道举手啊，我就让你们也发，因为我们还有点时间。第一个桃园农田水利会的会长黄金春，公鬼嘛哈，对不对哈？来，黄会长来。我刚才是黄一眼的哈，名字很像。从中间，对。
其他要讲的就让我们这边知道，我就安排你们讲。好，今天的主席啊，有缘在座的，可以说关心我们全国农民的专家学者啊，因为今天是有关于水利会改制，也是关系到农民，全国农民水利会的会员农民朋友的权益啊的水利法草案的一个审议。我是黄金春，我是现任的桃园农田水利会会长。我从民国66年我就当大农业乡的乡长以及农会理事长，也当过县政府的农业局长，现在是水利会长，所以对所有的农业的一些组织啊，像农会的组合以及水利会，尤其水利会，我主持桃园农田水利会已经将近10年，对水利会的严格以及他的业务啊，我是非常非常的了解，非常的清楚。政府要把自治公法人的水利会要改成公务机关，所以他美其名呢、是升格，提升务农的服务品质，提升农业的发展，但政府为了改制所提出的农水法草案里面，我跟他看一半以上不清不楚，不清不楚，唯独盖瓜承受资产以及剥夺会员农民自治权啊，最为明确清晰，只有这两件最为明确清晰。他根本没有想到所有的会员农民朋友的权益，他只有重视这两点。所以我看我们政府啊是走向夺财集权的回头路。对于水利会的150万的会员农民朋友以及员工的权益啊，我在这里啊不分党派，我不等分党派，我是以有这个政策的改变，这么大政策的改变是不是错误的，我在这边啊要提出我几点差不多8点事实的理由啊，来供我们立法委员啊在这次审查法案的时候的参考，也请立法委员诸公啊必须慎重，不要留下不可收拾的历史遗憾。这个把整个水利会啊，农民百年的累积啊，一夕之间啊消灭。小英政府甘冒，我跟他看这个水利法草案里面，他甘冒违宪违法强势的要改制，这2年多来啊让全国农民恐慌忧心不安，所以在这个2年多来啊
我身为民进党的党员，我也在整个因为水利会的改制啊，我真的没有过一天好日子，也是跟所有的农民一样，恐慌、忧心、不安。但是我已经体认出为什么我们政府一定要强势来改制，一定要强势来改制。他这个点在哪里？我已经领悟出来，就跟我们中共政府一样，他一直认为台湾是中共的一个省，这就是他的主观意识所造成。现在我也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表，很清楚，各位啊，我做这个表是要给各位思考其中的它的道理啊。当然我今天是站在反对改制的立场，刚才我也讲，我不分党派，我提出八点事实的理由，要来跟我们立委诸公啊，来做这一次审查的法案的一个参考。第一点，水利会在台湾的历史比中华民国台湾更久，更久。日本人设置水质等水利设施时，他很清楚的知道用地的来源是农民的，所有的发展成公法人的管理形式，所以产权属于灌区的农民，但赋予水权与水资源开发的权利，以及维护农水路的责任，直到蒋经国与李登辉的执政时期，均不敢轻易的改为政府机关，它的原因就是产权与权利。第二，水利会的财产属于灌区的农民，不属于政府。公法人的特色就是自我管理，自治，自给自足。所以水利会的经费是来自征收水费，而非政府补助。水利会的职员的薪水来自水利会，不是政府编列。民国五十九年，我以桃园水利会为例，民国五十九年新海水利会，也就是在新北市的新海水利会出现财务困难，由桃园农田水利会合并。如果是政府机关呢，为何水利会员会员们啊要自救，而不是由政府啊来处理新海的财务问题？剥削会员选举权，大开民主倒车。台湾一直主张是主权在民的国家，以选票选出自己的总统，捍卫自己的人民。水利会是自治公法人，为什么不能由会员直选选出自己的会长，捍卫自己的权利，落实民主，把一个有手有脚的自治公法人断手断脚，这就是民主吗？谁才是少数的既得利益者？因为农委会主委说，改制造成少数既得利益者损害，这也没办法。我请问，谁是少数的既得利益者？农民600亿财产的损害，叫做没办法吗？明显产生的会长、会务委员，是少数的既得利益者吗？主委的官位
难道不是因民主选举、民进党执政的少数既得利益者吗？他不然他的官位哪里来啊？如果财政不均是原罪，那台北市跟云林财政天差地别，何不统一由中央统筹分平均分配？何必设六都呢？何必设六都呢？代农民缴费的德政啊，沦为客为主的恶魔。农委会只应代会员缴纳会费，变成为主管机关。26年前代缴的金额，迄今未调整。会长，再给你30秒。我剩两一，对，第八就好了，现在第七了哈。这个造成迄今未调整，造成各水利会苦撑，经营困难。自来水像水利这样，像那个水利局一样购买用水，一顿3.3块钱。农委会代缴费为一顿只有3毛钱，十分之一，是造成了其他水利会运作的财务困难，这个是主因呐、啊。不是说什么城市的有钱啊，乡下怎么样？如果他是依照这个26年的调整啊，根本17个水利会，我敢保证运作顺利，也不必靠你补助。最后我提了，主管机关呐、啊、是督导不善，应该易主。为什么？真正要水利会永续经营，水利会就不该隶属农委会，而应回归经济部水利署。农委会的业务属性与水利会大相径隔，根本不一样。除了什么才有？除了代缴费费，其他都没有相关。让相关业务的机关统一来督导，农委会只会叫农民休耕而已了。只要权力啊，他不要责任的了，他不要责任。至于刚才我有听到一些水质的维护啊，这个是假议题啦，授予公权力。为什么？因为灌溉水质啊的污染是工业用水，中央有环保署的公权力介入，地方有环保局介入，只是我们中央跟地方他所督导的废水排放的这个标准啊，不符我们灌溉水质，这个应该不是赋予水利会的公权力就能解决的，应该是中央单位啊，要负起水质监督的责任啊。简单，也谢谢各位。好，谢谢会长讲的非常完整哈。接下来我们请柳公俊哈，林继敏会长吗？没有。那基兴农田水利会的周会长，没有。桃园市养殖协会的芙蓉展，刘工哈，好，来了，请。最后我们才请那个农委会来做综合的一个说明哈。大家好，是好，桃园市的，按一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的养殖渔民哈。那我们批当养殖渔民大多也是水利会的会员哈。那我今天代表桃园市养殖协会来跟大家陈述我们批当养殖的状况的以及诉求。那桃园以千塘之乡闻名，批当的养殖渔业文化从先祖开垦批当就已经开始，至今已经有上百年历史。那也发展出完整的产业链，
从养殖户、网工、运销商、设备、饲料厂、钓鱼池到市场以及文明的石门活鱼观光产业，关联了成千上万的基层生计与民生经济。那除了供应国内的水产，更可以外销国际，我们台湾钓是蛮有名的，那奠定我们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础。农田水利法会不会改制，我们渔民是影响力是有限的，但我希望如果这次的改制通过的话，它的影响重大，那改制后归农委会管。修法的目的也是希望生产粮食的农渔民有更好的环境，所以我站在皮塘养殖渔民的立场上，有三点诉求跟各位报告。第一点，未来的皮塘养殖户如何继续与水利会签约以及合作，请农委会一定要下乡了解皮塘养殖是如何去运作，它的详细运作是蛮复杂的。那开公听会或者是座谈会都可以，不要闭门造车。那另外每年生产区都有渔业座谈会，我也希望每年渔业署都能安排在桃园办。那第二点就是水利小组长的职务，这个跟我们有鱼必须要有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跟我们也是很相关的，他们也是为第一线农民服务的人。那他为第一线农民调配水源，那希望我是希望继续由农民选出，分配水源一直以来都是农民们互相妥协，每个人都不是很满意，但是可以接受的情况，所以要有一定的公信力与协调能力，而不是只是听从长官命令的公务员能升任的。那第三点，改制后，我们不希望政府在拿到农民的皮塘土地以后，又以国有地的名义强制在皮塘上种电，如现在种电的20%皮塘，除了影响生态以外，对于养殖户的损失也是很惨重的。现在已经沦为没有经营渔业价值的皮塘，等于废了一大片数十甲可以的良田。希望政府能站在农渔民的立场，以农渔民为优先做考量。谢谢。好，我们最后一位养殖协，刘邦，刘备共吧，还是讲完了？那个刘邦杰呀，来请。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请农委会做预备。主席，各位长官，大家好。我是仅代表桃园养殖协会啊。人生很奇妙，早上的时候还在池塘里面泡水，我现在在立法院讲话。那我仅代表我所有那个我工作的人员，好，我们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员有在渔的渔工，啊，抓鱼的网工，然后包括我养殖，抚养我长大的我的父。那个父亲跟伯父，他们从事养殖的行业已经有超过50年了。然后去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一张公文下来说我们是违法养殖，让我十分的震惊。原来我父亲做了40-50年的工作是违法的，那我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没有办法接受。我也去深究到说原来这个是因为水利法的关系，所以我才会去参加这个养殖协会，去了解到说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国家机器运作非常的复杂，那我只是一个普通很单纯的农民跟渔民，那我希望说能够不要主管单位不要违反天道，能够好好的去经营我们这个事业。好，我想表达的就是这样。好，谢谢。好，所有要发言的朋友们呢，都已经发言完毕了哈。在聆听了这么多的发言的内容之后呢，我相信呢，农委会一定有很重要的想法，在这里顺便来邀副主委陈天寿来说明。
他十分钟，他十分钟。主席，还有我们今天议会的所有的会长、常务委员或是我们的贵宾、那另外还有各位委员、我想今天聆听了大概有19位的那个发言，也提供很多的这一些宝贵的看法跟见解。那么在这边我只是说农委会这边的想法还有在推动上是想把这个水利事业呢建立一套可长可久的的一个长久的这一种能够来经营。那么这个就是要透过一部法令来予以的规范跟保障，进而我们全国的农业能够永续，能够更好，它的目的是这样。那么我在这边也要谢谢我们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呢，在上周3月29号、30日有将这个农田水利法的这个草案呢，他们有在做逐条的这一种审视也在这样子的一个容纳各方的这个意见呢，初步也完成这样的一个审查。那么我在这边也代表农委会非常谢谢我们农委会的谢谢这个立法院的所有的这一些委员能够关心这样子的一个草案。那主要的农田水利法的这个草案里面的内容应该都有包含在今天大家有些已经谈到的，包括我们的员工权利的这个保障这个是绝对在法条里面。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本来也是有一个书面非常详细的一个资料，如果是照这样子的一个逐步的去这个去说明的话，可能时间也会占很大的这个时间但是在大家关注的员工权益保障跟待遇方面，我相信在法律上这个草案里面已经有把它归也把它明定的这一种对于现有的这一些的水利会的这一些，不管是涨水工也好，或是职员或是员工也好，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另外对于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农田水利会的资产这个我相信很关心，是不是说政府去把它这个做了一个没收这样的一个担心那事实上在这个草案里面呢，我们是有设立一个特别的作业基金，也就是说以专款专用专户来保障，来推动农田水利的这一种事业。同时呢，各位也不必担心，因为政府这一方面也会循预算的这个程序来拨款挹注换句话讲，就是以现有的这样子的一个规模，然后再加以的这个更完善的一个经费资源的这种利用。另外，在这个公权力啦，尤其大家有谈到，就是说水权调配啦，甚至于刚才宜兰有讲到垃圾清理的问题，或是跟地方有几位提到跟地方的这一些公所的这一种协调有一些的那个困难。那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公权力的行使，或是水权的一个调配，或是这个水质方面的一些监测呢，我们希望在这个法律里面呢，法规里面呢，去做更完整的这种有效率的这一种利用。至于有一些的就是跟基层的这一些农民的沟通呢，我相信我们主管这个水利处呢，他已经有到北中南东，大概我给他统计有30几场。那这一些的沟通，我想农委会这边更有义务来下乡来说明让大家能够清楚说，也能够听取各位的这个意见，基层的意见甚至于我们在草案里面也把那个小组长啊，我咨议会的这一种组织呢也保留下来，一方面呢能够把这个地方的这一种声音呢也能够传达到这个我们的
就是说管理机关这边来，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大家这样子的一个沟通呢，能够来聚焦的话，会更有共识哦。那这一方面，我想我们今天聆听很多的这些意见，有一些是必须在那个细则里面，或是说其他的这个法规的底下再去做一些的那个规范。这一方面，我们也在上一次的这个经济委员会里面承诺，将来在订定更下层的这个法规呢，也会请立法委员这边来给我们指教跟指导。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这边呢，非常农委会这边呢，会听取各位的这一些意见呢，我们也会及时的来做一些的分析，来做一些的这一种所谓的看法规里面的有所不足的，我们会再把这个补全以上是农委会一个向各位这样子的一个报告，谢谢。好，谢谢副主委。虽然是简短，但是把要点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我个人，倾听了一整天这个半天的，每一位的发言之后，我也觉得这个农田水利法草案呢，真的有必要再多所研议。我个人认为，农民的权益应该是最为优先的哈。我们比较没有考虑到。所谓的现在的人员的规划安排，当然这也非常重要，但是农民的权利应该最为优先。我们也知道农委会在这个部分也做了非常多的说明会跟听取各地方的建议了。立法委员就是代表民意来做最后的一个决策哈。今天各位的发言我们都做了充分完整的一个记录，那么特别是我还跟各位要求，如果你手上还有一些纸本文字的一个已经整理过的，也可以提供给我们。那我特别要说明的是，刚刚我们苏前县长他有提供一个农田水利会所有财产来源严格之探讨的一篇文章他希望能够列为重要的一个参考资料来刊登公报，我个人同意我个人同意。那么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学者提供宝贵的意见，所有出席人员的发言以及提供的书面资料，除了刊登公报之外，我们会另外制作一个公听会报告，送交本院全体委员以及所有出列席的人员来参考。再次的感谢各位的参加与发言，今天的会就到这里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我们有便当各位如果在后面我们有便当发给大家，我也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有议会。
但是电台工作者去放宽一点，在程序上尽量能够去做到简便，让大家能够确定到这个方式。这个也是大到行政院的政策，正在很紧张的这样的。喂。那个领馆处吗？领馆处财务。